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me. The Avengers weren't my first family. At some point, we all have to choose between what the world wants you to be and who you are.我至今与我同桌，一天都为何合作？一动转之后，究竟蕴藏什么样的秘密？嫌疑，嫌疑，嫌疑！冠秀天这时再度现身，已经解开当年蕴藏的真相吗？紧张，紧张！文章风向三分会，这场撼动武林妙文的交易破案，将是怎样的结果？有几精彩结果？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室。杨光霹雳英雄传第十三章经典。霹雳英雄传。我林志玲，金色龙哥，最强小华天将，英雄的将相，你们的将士地志不饶，交不出，这龙不再乱箭，都留顺子。走，哦，任天顺龙，此时更交英魂一死。师尊啊！因义为证，在高安完成之前，高家与赵家不能伤害彼此。但我跟对面的无关系。我要完成休息之身，永定在插手。哦，高云龙。你顿寒不乱，但我用快将灵魂争夺寒冠。好，但是以我吗？庄虎兄，我的孙荣破关的下困难，不可尽管够。嗯，我已经逃命。好，劈下之功，必如破魂抗龙，手盔正中。好，刘志明，用刀刃枪小棍流波，新天武的圣甲飞空，一步登天，我已摸了。英雄关关。